婶什么大事竟如此仓皇？哎呀娘子呀，马上就有燃眉大计，遵命居下快快逃命走。此话怎讲？只因误导昏君，要将你府里院满门斩首。我父圣方何罪，竟落如此下场？只因一首母童歌谣，里面有杨花飞进梨花飞，昏王别无立下有无凡之意。隋炀帝杨光贼，哈哈哈哈，你就是王莽朝。听听你直接怒才喊两声，我不许回马随将他本命，到如今放了我朝在马门，只有三番五军心的疑问，奉旨的我必须死你记下，快快逃命走吧。好，如今该逃向哪里去到何方？这娘子远避圣山，便算权宜之计呀。就这样白白送你户口不成？这不是这立死刀下宁愿背叛，天下大乱烽火四起，一个不知高的男子汉就这样自顾自家逃命不成，那这该如何是好？咱立下的一世清明，岂不负罪东流了吗？你呀，大丈夫生命也从前平，西宫殿曾经静，静修后
我将在此方写成两案在眼前。谁？你我哎，想我才少，不过是一个临风写的杀牛汉，要是杀牛咱不含糊，让我领兵打仗。哎，我问你敢也不敢？我哎，你不敢我敢。你哎，你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领兵打仗呀？哎，此事非同小可，儿媳不得。走。李公主，先要殿下立司命书去，公主请开。昏王别人太深，父兄经阳起病，三妹如今属性即可买马起病，买马起病，哈，正乃英雄立即相通。哎呀呀，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哎呀，不可，娘子，只是这兵马哪里去凶，哪里去造呀？这有两冒三宝，在你但万两黄金，前往黑龙山招募野军首领向山之，要他与咱合兵一起攻讨昏王，何愁大功不成？哎呀，好主意，好主意！哎呀，不妥！娘子，像那黑龙山匪香山之，乃是杀人恶魔，是有名的土匪呀！不，所谓土匪，乃是广被命犯。如今，他与咱殊途同归，理应何必？只是咱家连年与他征战，素有旧怨，只怕难能与咱合兵一处呀。错也，向善之聚兵造反，乃为讨伐昏王隋炀帝，那是咱史官军与他连年征战，也是情有可原。向善之执军有方，军纪为严，英勇善战，韬略在胸，实是难得的将才。咱与他厚礼相待，他也有不合兵之理。好好好，就以娘子之节。马三宝在，叶无庭叶茂去是遵命。进来了李路人，
快快禀告你家大门，就说有贵客来奔，让他下山迎接。看你鬼头鬼脑，并非本分良民，还不快快走去，小心大爷刀下无情。果然是草寇野心，缺少眼秀。我说钟家弟兄，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可不是那普通的草民百姓，我乃启禀大元帅的贤婿，是专程为三大王献上祭。不，是县头领、县大王送信的，麻烦二位快快禀报，免得误了大事，你们撤罪不起。我看这小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八成是个疯子，还是叫他。他若正是邪心，岂不误了大王的大事？还是叫他罢了，待会再做道理。如此，就让你受委屈了。啊！白剑西，白剑西，白剑西，大胆剑西，见了本王，为何礼而不跪？我不是剑西。你是何人？我乃奉命镇京前来入谷的贵人。镇京多少？待王请看。万两黄金。兵在何处？财富家园。你祖何名？堂堂李三妹，人称金阳公主。莫非就是那李元子女李三妹？哎，去说你有点眼力，那真是赫赫有名李世民的妹妹。好大他是保证
三大王，二话不说就把娃子我给扔下山了，真是狡猾的大狗，是大不是鸡。我就不信打不过他仙山之妇女，等我回去禀告公主，难得那晚兵马一到，我马上报要踏遍你这黑龙山。这好个不是我的三代吗？这可是万两黄金，万两黄金。
哎呀！啊！奉命去请教，上下都碰钉，抬头就是马，动手要凶凶，凶动中情恶，个个鬼神经。别说淘气仔要把你踏钉，倘若一天抓住你，能抽你的筋了，把你的皮千刀万剐，点天灯那个点天灯，你要劝他来归宋呀，嗨嗨，这条大路你走不通。找不通，哎，这条道路你走不通。好，老爷吧，也来热血勇，顺生都闹起生活气呀，换罢了，小鬼也敢动刀兵，我别。太上发号令，大鼓准备，嗨！兵发黑龙山，哎，妈妈，妈妈，娘一放鹰在，要到哪里去？前去黑龙山平息贼寇。可有统帅之令？这复兴戒业。这走。有统帅之令而无复兴戒应，是何人？但敢擅自镇逃？是我。你要镇逃哪个？黑龙山匪向山之，他可有战术？他取我来时就是不敬，讨伐叛匪，理直当然。你呀，马三宝在，本帅命你前往何方？
黑龙山真经下属，黄金可曾送到？小人愿务带回。属心可曾呈上？还在小人身上。走，本帅唯你重任，你不想法完成，却上方跌祸，前粮未济，看起来就该降敌。哎，大元帅，非是小人不肯运行禁止，这是那伤口。嗯，啊，不，是那乡大王，他不满旧仇，他一听你的名字，便怒气冲冲，扔了黄金，把我整个人下山来。什么？他扔了我赠送的黄金？你看，我全拿回来了，人家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要你的，还口口声声骂你是混蛋的走狗。咱家的脸都丢尽了，丢光了。不，这正说明向善之不是贪财爱利之辈，这样的正诚一事怎说不好意？可人家年年不忘旧仇旧怨，口口声声要与咱决一死战。他的过恨家仇立当报，与咱的旧怨可见不可解。可咱的书信人家连看也不看。哎，昔日咱是谁与吵架，与他本是对头人，他不明正理，不看属性，也是理所当然。我说娘子呀，娘子，只怕你求贤拜将，落一个一厢情愿，两手空空，赚大税也惭空。哎，你们哪？Bye.
这么说你明白了？明白了。将军元帅父亲娘子父亲、哦、如此蔡将军请领在甭耍你你且往黑龙山而辞下树求拜香山之和平凡孙这养子为立者斩将军我三次三三是挨打你这次三三可小心挨刀！嘿！哎，将军，将军，将军！暗借凶残放贼口南王不公代天仇暴君招安姬凡友刀片来人弟兄们有山外可有官兵来犯无有哼连他们也不敢来犯我黑龙山收兵回山哼大王慢走边可是香山之香大王你是何人竟敢这呼奔王大名我乃梨园之婿蔡少、啊啊、这么说令奉献出来的那个仙牛背身就是你嗯是我前日那个正经侠术的奸细也是你拍嗯也算我
你好大胆！此番反进，你带兵多少？求我一人。啊！你罢，留你一命，回去报信，叫你全部人马前来送死。且慢，大王，我家娘子还请你下山共商大事。呀呀呸！你搬错了一三枚来糊弄本王，分明是造势，看见。大王，莫将还有眼封赏。讲。当今皇上昏昏无道，挺胸奸淫，残害忠良，我等何必合兵一处，共救天下黎民？你们这般为虎作伥，欺压良民的贪官污吏，还贪的什么救国救民？哼！早早走去，换子罢了。如不然，休怪本王剑下无情。大王，此言差矣。我家娘子三番五次以礼相待，请你下山，你不该驱赶来使，使你如此出言不逊，正乃屈少教训。蔡少呀，好一条官家的狗！老夫屡去不走，定有不轨之徒。一罢，今天叫你尝尝我黑龙宝剑的厉害。难道我堂堂大将军还怕你个老匹夫不成？看见。黄口小儿，焉敢口出狂言？来呀，走！将此狂徒押回山寨，老夫要挖出心肝，祭奠王母陵。哎，呸！